你是没看见刚才何洛在办公室里夸下什么海口？他说他要，他能考上华清。全班都知道了，不是有必要这么大声吗？同学们，爆炸消息，爆炸消息！刚才我在办公室门口听到何洛和裘主任说他要考华清大学。他这叫无知者无畏。上帝让谁灭亡啊，必先让其疯狂。好了，都别说了。刚才说啥来着？没事吧？没事啊。裘主任怎么说的？是不是又让你退学？你也太糊涂了，你能跟赵晨杰去干这种事儿吗？这才叫考虑得到。你们两个是不是男人啊？自己干的坏事往何洛身上推。云妹，刚刚在办公室张远把这事扛了，要不然我早挂了。行，谢谢啊。嘿，云妹，你是没看见刚才何洛在办公室里夸下什么海口？他说他要，他能考上华清。全班都知道了，不是有必要这么大声吗？刚才那是裘主任刺激我。裘主任刺激你，你就能说这种你根本办不到的事儿吗？那可不一定，说不定我们学校还真有人可以考上华清，那就是他呢。你别说这种风凉话了好不好？你问问他知不知道华清往年收多少分的。你们干这种坏事还要拉上何洛，不知道裘主任最近在找他麻烦啊。你谁呀？你机关枪吗？一个劲儿往外突突突扫射，没完了是吧？你是六班的，叫长风是吧？听说你们家挺有钱的，怎么初中上了六年呢？可劲儿占着义务教育便宜了。你，咱们先回去。走吧。毒蛇女，你给我等着。是。你说你，干嘛要给自己挖这么大一坑啊？明明是自己做不到的事儿啊。不是。怎么就做不到了？你不知道有句话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682，673，690，31，49。36，这差太远了。这同学们，下学期即将分门理科这件事情，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。期末呢，我们会有一场分班考试，成绩最好的前40名将进入理科一，40位到80名进入理科二，以此类推。来，我这有一些这个意向调查表啊，发给大家。来，帮忙往回传一下。大家手里这张表格啊，不要急着贴，回家跟你们的家长认真的商量一下。哎，看什么看？你不是要考华清吗？那学完学历不都一样吗？反正你都考不上。哎，赵晨杰，你讨厌不讨厌？何洛，你填完了？你填的什么？老师，他填了理科。自己会说要你插嘴。何洛，你每一次都让我出乎意料。你学理科没问题，你只会更大的加强我们老师的工作难度。我觉得吧，体育特招生比较适合你，还是选文科吧。背着。背着看看书，考个试，最后上个体院，轻轻松松多好，你觉得呢？这个报名表我还有啊，再想一想啊。走何洛同学，咱们继续玩，继续玩。这么刻苦啊？
是啊，不像你，闭着眼睛就能考前几名了，还有时间在这陪一帮小屁孩玩。这帮小屁孩可都是班里的前三名学生，而且我会定期检查他们的成绩。玩游戏也是很需要智商的，没你想那么简单。是吗？那你们一定要玩得特别开心哈。姐姐，我要先回去用功读书了。最上面的本买错了。不可能。老师用的是最新版本，而你用的是去年第二版。老板也太不行了，是不是那个小姐姐一起玩嘛？姐姐的智商玩不了这游戏啊。走吧，我们去玩。老板，走。快说，叔叔拿车。沟通人模两界的 Kino 啊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只要你让我这次物理小测验进步十分，我这次我就选理科。洛洛，我跟你说，不是所有人他都非要学理的，生物比较简单。就像文科你应该没有问题，但是物理化学它跟数学的思维逻辑是差不多的。可是你初中一直在运动队，这怎么学啊？而且啊，我听说这个智商100以下的都不太适合学理。我就是想看看我有没有蠢到那个地步。十分，我这次我就选理科。拜拜，考神，赶紧叫拜拜。别出双鞋，你一直到得奖了。其实你替我上就行，大哥，你要把握这次会上。怎么不请了？你有本事你自己请呀！请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明天我就去批发市场批发一摞。哎，张远，明天我送你一张考神照片，保证你顺利考上大学，怎么样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明天我买回来第一个就送你。我说我要了吗？封建迷信。你也有保持清醒的时候。真的。